的幸运。毕业快乐，快乐！姐妹们，我得走了。我也差不多要走了。嗯，好好保重。嗯，照顾好自己。妍妍，你也别陪着我等了，这么晚也赶不上火车了。我不，我再陪你等会儿，陪到最后一个。侯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好了肯定陪你来吃散伙饭吗？他也太拼命了，一整个月都没有见到他人影。他们团队今天忙着和天使投资的人应酬，所以他打算怎么着呀？一毕业就让你锦衣玉食啊？奋斗也得有个过程吧。他忙着租房子，想要一毕业就让我们住进去。看咱们那个宿舍每天都是热热闹闹的，嗯，现在也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了。是啊，空落落的。来，我们都要好好的，好好的。去吧，别让人等着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放心吧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。一会儿侯浩来了，你可别心软，骂他。喝酒了，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呀？那还不是因为等你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。毕业了还不好吗？你终于可以去实现你的梦想了。可是我发现这些都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你看你两年前说要创业，现在已经在走向梦想的路上，我连第一步都没踏出去。瞎担心什么呀？你看现在
现在不就是我在背着你走每一步吗？我想听歌，你给我唱个歌。想听什么？想听那种甜甜的，能表达你对我的爱意的。我现在还不够表达对你的爱意吗？不够啊。行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放光明。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海上平面的许愿瓶，每个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。睁开吧。是不是我哪里准备的不够好？你是不是不喜欢啊？月月，我知道现在可能不是你喜欢的样子，但我已经……总之以后我会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我。我很喜欢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紧张啊！我们要睡一张床了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怎么在想这些？要不我还是打地铺？不对，凭什么我打地铺啊？先把解酒汤喝了，别醉着睡了。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？洗完澡不吹干头发，感冒了怎么办？
就到这儿吧。啊，我说就到这儿吧。为什么？嗯，为什么？没有没有。那要继续吗？不用。哎，他们确定不会投了，白陪着喝了几个月酒，肝都给我喝硬了。狗屁天使投资人，以后只要没看见翅膀，我就不相信是天使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哎，我不困。谁啊？我合伙人，今天他们叫我去喝酒去，我没去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们全都喝多了。侯浩，我们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都能陪你一起面对。所以。有什么事你都要告诉我，好吗？我不仅能成为你的依靠，我还能扛起你。就你这小身板，你还能扛起我？你不信我？哎，嘿，哎呀！爱情的力量就是，就算你不说，对方也会懂。不管遇到再难的事儿。一句我想成为你的依靠，就能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。啊啊